2023年3月13日下午，在华都 KTV 大厅由费城美人阁高端美容媒体中心举办了店庆6周年大型感恩时尚派对活动，现场云集了费城当地的时尚优雅的美人阁高端美容媒体中心的会员，100多位美女俊男开心交流，莺歌燕舞，举杯同庆。美丽大方的女主人娟娟亲自担任活动司仪，她感谢到场的会员们多年来一直陪伴着美人阁的成长，给予美人阁的支持和帮助。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为会员们提供更多的贴身服务，同时在今天的庆典活动里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和现金抽奖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吃得尽兴。今天是我们美人阁6周年庆，还有庆祝我们38妇女节的一个女神节活动。那我们的狂欢 party 呢，有抽奖啦，有那个顾客充值啊，也有一些顾客新顾客到来现场就是支持我们的。那我很感谢所有的人到场支持我们美人阁，我们美人阁护肤中心啊，如果你们有问题皮肤啦，或者是身体，或者是那种养生项目，都可以找我们。我们的地址是7267 River Street 啊，欢迎你们的到来哈，谢谢你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请咨询我们，谢谢。声音这个刀有点发炎了啊！刀发炎，我没说，而且我真的不善言辞表达，我只说两，确定名义是吧？看来网上无心跪榴莲了。这个放哪里啊？那我不用讲，不是我亲他哦。快点快点
我有太多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爱如花。